肖美琴大使回信给我啦，各位。安大家，我是张力，没错，肖美琴大使回信给我了，噔噔，给大家看这个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拆信了，好不好？美国的邮戳，各位，他很贴心，写张力及全体员工军旗，马上开箱，各位，好、哦，好，拆开，哦。很可爱，肖大使的品味很好哎，用一个这个猫猫的图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写什么哈，朗读给大家听啊，来 ，Dear 张力486先生 and 全体员工，我看到这边就快落泪了，他写的我的名字，肖大使记得我的名字，你不要吓坏肖大使好吗？感谢你们寄送的防疫包、电子口罩以及麦卢卡蜂蜜。除了首次看到也将试用的新科技产品，蜂蜜更能与代表处同仁们分享，盼大家都甜蜜在心，提升免疫力。在疫情严重的当下，特别谢谢你们帮代表处加油打气，好感人。在前线拼外交，有国人的支持，我们会更有战力。肖美琴，11月16号2020年。再次感谢肖大使回信给我，真的是太感激你了，百忙之中还寄这封信给我，好不好？肖大使很可爱，我收到你的来信了，就会把表框裱起来，放在我的这个家里面，当这个传家之宝的概念啊。其实现在国外很多国家的疫情还是很严峻的，那也希望呢，祝各个国家的代表处的我们的外交官员们真的要保持身体健康，我觉得很有荣耀，第一次让这个大使记得我们，让你感觉到有点甜甜的，感谢你好不好？希望你可以再来我的 YouTube 下面留言，你就别为难肖大使了，你看连大使都觉得我们的电子口罩跟麦卢卡蜂蜜好用了，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上我们486先生的团购网啊，好不好？那再次感谢肖大使，我待会呢就拿给大哥看这个信，然后呢我也会拿给我爸爸妈妈看，就是怎么样，肖美琴大使回信给我，哎，开什么玩笑，一定要拿给他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他们反应，走，大哥，哎，跟你报告一下，那个肖大使回信给我了，真假的？对，给你看，胡乱的吧？没有真的假的吧？对不对？没有这么骗我，对不对？找人写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还是肖大使自己亲笔写的。你没看到？真的假的？看一下，我们来看邮戳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真的，你看还有这个大使馆的邮戳，应该是还是没看到没有？你看看，是真的，这应该不是造假来唬烂我们的哦。肖大使有这么无聊吗？应该不会。我来看他写，他写蛮多的嘞。对，这不是说随便谁写一写，然后签个名，我都这样子。阿北有练过，不要学哦。Dear 张力486先生 and 全体员工，对对对，感谢你们寄送的防疫包、电子口罩以及麦卢卡蜂蜜。对，除了首次看到也将试用的新科技产品，对，蜂蜜，蜂蜜更能与代表处同仁分享，盼大家都甜蜜在心，提升免疫力。在疫情严重的当下，特别谢谢你们帮代表处加油打气，在前线。拼外交有国人的支持，我们会更有战力。肖美琴，2020年11月16号，亲笔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的回了，张力你红了，也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哥，真的真的，特别来跟你分享一下，太棒了，开心。那这个我就留着了，留着，好，谢谢大哥。你好，我是陈丽敏，今麦吼骗人的方式啦。爸爸种，你较早啦吼，这诈骗集团啊，一定会亲身叫你来甲银行甲钱汇过去。不过即摆你嘛知影，这科技吼日新月异，你只要一支手机啊，不管人伫咧倒位哦，这钱就当汇过去啊。而且咧，伊讲话话术爸爸款，第一信用卡一卡电话来啦，就爱你提供个人的资料、卡片号码，或者是讲咧，小姐。您的卡片分期账款有问题，你们快拜托一下，这小款吼两个月之前就已经立完了，商品嘛在使用啊，你讲这敢会有问题？第二，爱你提供银行的电话，你想看卖啦？你伫咧网络面顶买物件，这个店家敢唔可能唔知影你用倒一张卡来入卡的咧？啊，佮有叫来问你哟。而且哦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是提供电话以后啊，过几分钟，伊就会敲电话来按做银行的人员，爱你提供资料。第三。网络银行，你看，即卖科技啊，非常的进步，也引导你来甲手机啊 APP 的软体面顶，只要简单易举的操作，把钱呢，你这个钱就一定转出去啊。所以，不管是爱你提供信用卡、ATM、银行电话，或者是讲啊，手机啊面顶的网络银行等等的资料咧，
这种是骗人的手法。你若是讲安尼，接到电话起来啊，唔通怀疑啦，直接甲挂掉，莫插伊。这个影片咧，你一定要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、亲戚朋友，咱唔当够有这么多人受害啊！486反诈骗小叮咛，听清楚这通电话说了什么。如果听到以下的关键字：操作 ATM 提款机、重复订单、连续购买、个人账户、信用卡号、刷卡银行电话等，请注意别上当了。如果发现是诈骗电话，请把电话丢到一旁，不要理他。切记，银行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。如果前面有加号，大多是串改，请拨打官网上提供的电话，直接向购买网站或是银行查证。才是上策，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，诈骗不上当，财务不流失。486团购关心您。